Hello， 大家好，玩乐歌女来咯。嘿嘿，看到我的心造型了没有？我故意做这样的搭配，吼吼吼吼。接电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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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怪怪的哦。为什么？哎呦，小绵羊，谁杀你的？有人会来吗？按九号的尸体倒在大厅跟泳池雕像中间的那个横的走廊。我明明前几秒才看到九号，他就死了。我不知道谁杀了他的，是谁？客房拼拼图，然后电力室开暖气接电线，然后大厅调节温度，监控室接电线。我有一直碰到十号。我刚刚一开始在电力室接电线，就拿到工程师，然后电力室接完，我就跳去厨房加工食物。我是在右半边啦，可是我有看到七号，他好像也是在解那个什么客房，就他是狼，就他已经表示他。可是我刚才三号，你是拍的是二号的尸，七号的尸体吧？一开始先接机厅接电线，然后电力室转配电盘转两次。我要不要保一下四号？因为刚刚四号的那个任务几乎三分之二跟我是有像的，解照片跟那个转蒸汽阀的部分。然后刚刚那个我在转到后花园蒸汽阀的时候是拿法医啊，然后是全部都在右半边的、啊。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？那个四号小宝嘛，然后五号工程师，三号拍图拍尸体，那这样子是左右半边呢、啊？怎么办呢？警长是谁？谁是警长？谁枪的？右边，你右边再不讲的话，可能就要先票右边喽。我不是啊，我可能是八号了，八号太够了。50。一号，我是警长。觉得三号有问题。我是警长。干嘛？我是警长啦。我知道了。结束了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太夸张了。三号，为什么你不讲自己是警长啊？你藏起来要干嘛、啊？因为没有人要投我呀，我干嘛要讲我是警长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歌女。哎呦，我最难演绎的一个角色。怎么办勒？接电线任务我其实还蛮喜欢的。狼人要开始杀人了，怎么办？哎呦，来，我来绕圈圈，一号，三，哎呀，刚刚是四号嘛。这是谁？阿爸，你干嘛不动？喂，为什么不动嘞？哦，工程师啊，七号跳地洞被我看到了。不是我，我们是工程师。不是我，我才是工程师。我看到九号站在沙发后面，可是我在接机厅那个时候门关起来之前，我一直听到一个男的说电力室，不知道是谁讲，然后但没有遇到人，然后我就往下走，走到那个雕像那边就被拍过来。我在大厅有看到六号跳地洞，然后我在右边一直遇到一号跟九号，然后是每一个八号都断线是吗？哎呦，如果说男的的话，撇开六号拍尸不讲，只剩九号了。九号该不会是你？刚刚我在右边才看到一号跟六号，可是一号死了耶。
然后六号按报告了，你这样我怎么怀疑得了你呢？太难了，太难了。然后四号刚从接机厅方向跑出来，要去观景台就被拍来了。六跟七都说工程师，可是他们讲的内容都好少、哦，怎么办？就是七要投谁？他们狼人应该不会互踩，应该投七啦，因为七号什么都没说啊。七啊，对啊，应该没问题啦。二，你还会踩我？你会不会太天才了？因为我不知道你是狼还是什么啊，很合理，不合理好不好？那八号会是狼吗？九号是不是狼？九号，九号你是不是狼？九号你是不是狼？是狼哎、欸，四号尸体，九号在旁边哦，他没事，那就只剩九了啦，没有坑了啦。哎、欸，四号是狼人呢、欸，刚刚我就说他是狼吧。有什么好排一九？九不就是他，应该是他变的吧？那我觉得狼不就是应该二三的吧，初一狼吧，最后一狼了。九号工程师啊，我刚不是讲了吗？嗯。可是六把七推出去哦，双狼吗？双狼互踩，把七推出去，六号身份无敌高，有可能。我不知道六号在演什么哎、欸，六号有打这么深吗？在座观众们，我想出六啦，应该不会吧？六号你在投谁？被抓奖走了。哎，九号不是警长吗？我是有次九号，十号没有，十号谁才是警长？九号、十号谁才是警长？我不是啊。那就十号啦，那就十号。三号，你不是警长吗？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很想试，但我不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就十了啦。九号是警长啦。不准偷吃，那我也可以啊，等下再抢。不准，刚刚没有坑啊。不准偷吃。该不会坑在二号身上？应该不会那么无聊吧？什么头发啦？哎、欸，真的很瞎耶！六号为什么要弃票？到底在演哪一出？他们在玩什么？我看不懂哎，我也看不懂。对啊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我看不懂。六号，你不是工程师吗？你不是工程师吗？只剩一狼嘞，任务要做完了。我来去看看啊。你们俩怎么还在一起？到底要怎样？到底在演哪一出？我来看一下。好啦，十号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的女。哎呦，一三八是狼呢。我先去酒吧。哎，一号面刀。最后我到阅览室，接电线、配电盘跟还有干嘛？转蒸汽阀。欸、我去最后一站是去电力室拉电线，拉完我去转那个配电盘，然后柔柔刚好站在那边呢，我想说没被他刀，然后他是直接跑掉，应该不是狼，应该啊，七号踩一号，一号完全不反驳耶，一号你在演哪一出啊？你什么人不好杀？你把九号杀了，阅览室核对卡片身份，然后通讯终端我去接，我顺便放水，我等一下去关水。然后我要去大厅，然后就被拍了。我是有看到四号是去放水，然后我在旁边截那个上传数据。一号，你不要以为你用婴儿的哭声就可以藏你的刀声，好不好？
没有，刚刚那个儿子的那个奶嘴掉地上，我刚洗奶嘴。哈哈，所以人是你杀的吗？刚刚那个是虾虾从那个地洞跳出来面刀之后，有没有？他就被我看到，他马上拍。对，对我是警长，我觉得反应速度没有。在你儿子面前杀人，虾虾速度没有。啊、你在你儿子面前说谎。老龙，刚刚虾虾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在上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面刀，然后跳地洞被六号看到啊。故意发出婴儿的声音在刀身。反应速度超慢的那。第一票，七号反应速度超慢的，七号是警长哦。七票七，赶快把你拖出去，一号，拜拜。大家都在大厅哎。你警长从头到尾跟着我，然后还变我，真的是傻眼猫咪。我是法医，二号是法医。刚工程师是不是跳出来了？十号，你是不是工程师？如果你是的话，我们狼就是三跟八了。我是工程师。就三跟八吧，六号我都有看到他在解任务，然后我还有一个酒吧任务，我刚刚都在左边地洞看到六号解任务。六十，你们互保哦。看到的话，他太可惜了。先投三八，到从你面前跑过去。我们先投三八，等下要唱歌，我没办法接受。不，不要这样，我没有要唱歌。哎，你们不解炸弹是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最后一格了，最后一格了，杀不杀？啊哈哈，差一点点，就还没到。对呀、啊，我知道秒数还没到。你看，我赶快杀一杀，我掰一杀很累呢。秒数就还没到啊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玩乐歌女，我们的频道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 哦，拜拜，下次见。